娘烤冷面给我来一份，不要辣啊。盘点东北的天到底有多冷，一直都拖把啊啊那玩意儿舔一下能不能冻住啊？你舔试试啊，你舔呀。哟我操我操，痛我痛我痛这能动吗？哎呀我的个妈妈呀，零下42度啊，哎呀我的鼻涕都冻成一个冰雕了，看到没有，哇这个小青娘。你怎么不快乐呀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奶奶，奶奶，瞅着东北的天儿，这给杆子冻的。嘚瑟，上次拍那个肉舔天天干的，你们说那肉是凉的，舔天天干肯定冻成干，现在人有温度冻不上，这回拿碗热水泡块肉，哎给你们再舔一下试试啊，但是这水也就是50多度，现在估计也就接近人体温了吧，30多度是有了，再拿出来试试啊，能不能舔上，来吧，热乎的肉往上沾一下子完事儿，就这么快。东北的冬季有多冷，看我身后的衣服你就知道了，这是刚洗不到10分钟的衣服，看着裤子冻的都能站起来了，这是刚刚的硬，衣服上都结满了霜花还有冰溜。就是牧羊犬都被冻成羊了，但唯一好地方就是成功回来的羊村头来的目光，明显羊羊都感觉到了这个累。高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。南方的朋友都看一下啊，这就是我们东北的坐便，因为冬天呢非常冷，坐在这上边呢就不会冻屁股，非常的暖。啊，你出来了！浴室不要光看了，沙发室，看这屋子给看的，几天没过来，冻成冰山了。那我找着我车了啊，我车在这儿呢，这个雪堆就是我的车，搁这底下呢，看着车牌子了，302。你们知道北方一如多冷吗？
但孔子冻的这鼻涕都流出来，冻成冰碴了都，这冻得直搓手。好了，我得走了，孔子，我上课去了啊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舍友衣服忘记摔了。